你大学是在那边蓝色作业系统，那天可能会帮你写作业，我们家要帮你写作业，爸爸这个作业撕破，然后在这个书包上，然后你说一下，那你用哪的？你用几折嘞？以前背，你想讲吗？我已经想要把它放在家，或者是放在。你像你这样的直升机，你不能让阿姨帮你拿。哎，他用脚盖他的脸啊！侧面。哎，有一个人的背着，他是行李箱，他可以背行李箱，他就背着，然后这边后面有。然后有三个人举手，有三个人。这种天气他们最喜欢。对呀，没太阳。我的镜头会比较，因为我是小台的，所以可以比较灵活一点了。对呀，就交换嘛。